别的地方我是想哭了，我留一些。燃烧的啊，大家都束手无策了啊，所以拼命的喷药啊。那拼命喷药到底对不对？我觉得不。那为了解决这个登革热的问题啊，我们在过去学校做了很多的防范的措施。这次院长陈院长来了之后啊，他对这方面对生态的平衡啊非常讲究。那他特别提出这个相关议题，因为泥鳅啊，它会钻土，那同时。有很多结节在那边啊，让人卵啊，它都是可以吃掉，甚至有些小的地方它都会小的位置它都可以吃掉，所以可以杜绝整个登革热的再度发生，而且可以维持生态平衡。